所以是实的还是没有实？到底黄明志的情况是怎样？俺的爹说是无救好吗？哇！黄明志告别世宝冲突曝光，记者怒呛：到底死了没？家属打理一鞠躬。我这个应该不是做得很好的一个父亲。我曾经骂过他，又曾经打过他，让他受到很难堪的事情都做过。当然，惩罚也不在话下。黄然的一生开始我们的人生道路，到我们生命的底落，只有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。明智的人生起起伏伏，有很巅峰的时刻，当然也很低潮的时候。然后他怎样的对骂人生，他的心性是善良的。我很感恩，也很感激上天赐给我这那个旷世奇才。大骂鬼才黄明志在4月1号举办告别式，连出殡都做好做满，消息曝光惊呆粉丝，当地媒体赶往现场追问真相，竟然引爆冲突。所以是死了还是没有死？拒绝采访，然后你通告天下，让全部人出席你的告别式，然后你什么东西都不说，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他做好的东西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媒体那边说报好的报道，不要整天只报不好的东西，报很多不开心的新闻了。黄明志最少给我们快乐。4月1号不是拿来开玩笑的哦。你们把这件事情闹到这么大，你们需要给全马来西亚的华人听众一个交代哦。我现在在plan住，我想要做一个生前告别式，然后我想要把它拍成纪录片这样。因为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是生前规划，想说我们生前的时候先做好东西告别这样子。果然是愚人节的假死计划，近日幕后花絮打公开，黄明志团队表示主要提醒生前规划的必要，希望大。大家不要避讳讨论死亡，最重要的是珍惜身边的人。黄明志还显灵在自己的告别室里。当我离开以后，离开你的温柔，虽然会有不舍，虽然有遗憾在心中，若干年后，或许还会有人提起我，翻阅我唱过。向往的